酥肥爱好者必来，看要火烧鲑鱼还是火烧甜点，搭配香辣青草意大利面都超麻吉。各位看这个黄道爆的炖饭是什么啊？太搞后矮黑梅森，今天来到逢甲逛街哦，朋友指定要吃意大利面，还说要搭配酥肥的肉肉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瑞尔吧。对他们家就是这种组合哦，大火快炒香辣意大利面是我最爱的口味，面条吸附着蒜头与辣椒的辛辣感，再搭配炙烧酥肥鲑鱼，我在旁边都闻到香味了，口水都不知道吞了多少了。再来是加入姜黄粉的浓郁炖饭，收汁收到每粒米都吸得超饱满，每口都带着姜黄的独特香气。当然牛排也是要酥肥过后再煎，达到口感及香气都兼顾、哦、这两道是他们家我蛮爱的口味哦。现在开餐厅是不是什么都要烧一下才有流量啊？这道炙烧起司蛋糕哦，脆脆的焦糖增加咀嚼的趣味性，也让整体的香甜味更丰富。梅森第一次吃酥肥鲑鱼就是在瑞尔哦，也因此而爱上这个柔软的口感。再来这道酥肥小小兵炖饭，牛肉的口感、啊、实在 wonderful， 米粒也炖煮到恰到好处、哦、我只能说这个黄的非常亮眼、哦、各位赶快去试试看吧，看画面中这个男人是不是有点轻度肥胖了。